先开阿难问是佛吉凶经科会第四面最后的一段，真假为准，全以佛教理论方法实践者证，假借佛教名义但求私利者假，真定即假必修。这个地方解释了，文字虽然不多，可是把这个事实真相全都说出来了，完全依照佛陀教诲的理论方法认真去做的，这是真的这是真佛弟子，这是真正学佛。佛教导的理论方法非常之多，我们学习跟儒家的原则完全相同你看《三字经》里面教导我们的教之道贵以专一定要专精，学人，佛家讲的学人也就是学生喜欢呢学佛的这些人往往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接触到这些经论呢都欢喜，都舍不得丢开，都想学，这就坏了确确实实每一部经都好那么由这个地方能看到这个经典摄受人心的力量可是修学呢，如果是所有经通通都学，你决定失败了，一定要学一部那学哪一部呢？以什么做标准呢？我们以前在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他教导我们是必须依自己的程度做标准他在台中开经学班，这个班只开了两年两年要算时间呢，我们培训班一个学期超过他太多了，因为他两年他一个星期上一堂课三个小时我们现在是一天都不止三个小时你才晓得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那个艰难，但是三个小时学的东西确实一个星期才能把它消化掉你们每一天在这里学的没有消化了想吃东西拼命吃没消化，没消化在肚子里就变成病了，生病了我那个时候在台中深深感觉到以我的能力
我一个星期可以接受六个小时，六个小时以上啊，那我就很吃力了，啊，就学得很辛苦了，啊，还是能学，学得很辛苦。六个小时恰恰好，我能够消化得了，就三个小时我就很轻松，啊，学得很轻松啊，很愉快。啊，所以一定要消化掉才行啊！啊，所以学东西不能贪多。那么标准呢，是依照个人的程度。啊，李老师开班教学，他自己不定课程。啊，你想学什么经论，你自己在大藏经里面去选。啊，这他指定的。大藏经里头没有的他不教啊，在大藏经里面去选，你选出来之后给他看，他要看了之后，这个你没有能力学，你程度不够啊，重新再选啊，三次选的都不合适了，老师替你选一部啊，那么像这部经呢，都是老师带同学选的，啊，这个同学自己选，选三次不适合，啊，那老师带他了选这部经，一门深入啊，啊，选定这部经了，这部经至少啊。你要学五年，你才可以学第二部经。啊，决定不许可的时候，同时学两部以上，不可能的事，学不会呀，你得不到利益了，啊，所以叫专呢，啊，你想想看，这样小部经一部经五年。你这五年全心全力都在这个经上，人就有悟处啊，虽不能够大彻大悟啊，他有小悟啊，常常有悟处啊，常常想着经典的教训，把这些教训对照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这才谈得上修行。如果这个经典学了，纵然你会讲了，给你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全不相干，你这个学佛是假的啊！佛法里面的好处你丝毫都得不到啊！这些话我们听了之后仔细观察，老师讲的没错，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学佛学了一辈子，甚至于出家人，佛法里面殊胜的功德利益他都没得到啊，这些都是事实啊。啊，儒家教学说得好啊，度数在变化气质啊。那问问我们有没有变化气质？佛法里面呢，它不是讲变化气质，转凡成圣，转迷成悟啊，转凡成圣，我们纵然做不到，转迷成悟有没有做到呢？啊，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我们在佛法里叫白学了啊，这才晓得一门深入的重要性啊，唯有一门深入，绝不好高骛远啊，我的能力能学什么经啊，这部经一定学好，一定完全做到。
这才能学第二部啊。啊，这一部经是小乘经。啊，我在寻义里面确实把它捧得很高。啊，这个是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啊，那我有我的看法。啊，我认为就像盖大楼一样。啊，盖100层的大楼，这是地基。地基打好，啊，你这个大楼就能造成啊。地基打不好的时候，那换一句话，一生只能搭帐篷啊，盖小茅棚。啊，2层房子你都没有法子盖啊，会倒掉啊，没有地基啊。啊，所以这个经是基础啊，要很认真、很努力的去学习。啊，完完全全做到了，你学佛的根基有了。啊，佛教学佛根基有了，就是佛门祖师大德常常讲啊，某人是法器。啊，这一句话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你有学佛的条件，你有学佛的根基。啊，你有资格学佛，你可能会成就。啊，所以千万不要轻视这部经。啊，一定要完全依照佛的教导。啊，这个经典里面讲的道理，讲的方法，要落实。全面落实。落实自己的生活，落实在自己工作当中，落实在交际应酬、处事待人接物，这是真佛弟子。啊，这叫真学啊。如果是假借佛教名义但求私利者，这是假的。现在这个社会假的多啊。我们不要说别人呢，要自己好好反省，我是真学还是假学。啊，这个假学的人有些是有意的，有些是无意的。不管你是有意是无意，你都是在假的，你都不是真的。有意是罪呀，无意是过。啊，过要是累积，就变成罪了。啊，偶尔犯过，短时期犯过，可以原谅。如果长时期犯过，过就变成罪了。啊，什么样的罪呢？阿鼻地狱的罪。啊，也许你们听了，又说净空法师在骂人了。啊，何以说阿鼻地狱的罪呢？因为你破坏佛教的形象。你让社会上许许多多大众一看，学佛就是这个样子，叫众生起这个念头，那你的过就变成罪了。啊，这个罪是破坏佛教形象，等于破活合僧。你们想想对不对？破活合僧，那是阿鼻地狱罪啊，忤逆罪啊。啊，所以古德常
常说的袈裟之下是人生啊，这一句话我们绝对不能轻易的听过啊，莫不惊心，那你就完全错了啊。袈裟之下是什么？出家人啊，出家人但求私利，那就是假借佛法，就是破坏佛教形象，所以堕地狱。啊，出家人如是，在家人也不例外啊。啊，在家居士也是佛的真实弟子。啊，佛的弟子有四众啊，出家男众女众，在家男众女众，四众弟子啊。在家同修如果也是假借佛教名义求自私自利，跟出家人没有两样，还是堕地狱。我们不能不懂，不能不提高警觉啊，一定要真修，一定要真干啊，完全依靠佛陀教诲，那就必须放弃自己的成见啊，一定要晓得我自己的想法看法是错误的啊，千万不要以为我的想法看法是真的，佛的想法看法错了啊，佛没有错，错在我们自己啊，何以肯定我们错了呢？我们有自私自利，那就肯定错了啊。佛为什么不错呢？佛没有自私自利啊，佛确确实实做到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我见、无人见、无众生见、无寿者见，所以他的看法是正确的，他的说法是正确的，我们怎么能跟他比呢？这讲道理啊，有私心者这是错了，这是恶啊，无私心之功啊，功这是正法。我们学佛总得以这个为目标，要把自己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写得干干净净啊。初学虽然做不到，做不到一定要干，学一分你自私自利的就淡一分了，淡一分呢你跟佛的正法就接近一分啊，你学两分呢你就淡两分，你跟佛法就接近两分，种下根性的人要这样的学习，要克服自己。儒家教学克己复礼也是用这个功夫啊，啊，根性大力的人三年五年他就学干净了啊。我们在古人啊，《大藏经》里面十传部里头啊，你看看《高僧传》《居士传》《善女人传》，三年五年大彻大悟，
明心见性正果的人，那是根性力的。他真用功啊，他要不用功，根性再利也是枉然。修行总而言之，修什么呢？放下自私自利而已呀。这叫从根本修。四相上一桩一桩的，那个很琐碎，很麻烦。寻知择业麻烦，从根本上下功夫，我们的进展就快速啊！真用功，这个进步啊，决定是加速度的。功夫到得力的时候，进展就很快；功夫不得力，进展很慢。那个慢是个关头，一定要克服。这个克服在世上最平常的，自己一定要晓得，顺境绝不起爱然之心。逆境决定没有成慧之心，先从这里用功。顺境善缘，你动了贪爱之心，完了。逆境恶缘，起了成慧之心，也完了。什么叫功夫啊？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清清楚楚，如如不动，这叫功夫。对一切众生平等的慈悲，清净的慈悲，这是真爱呀！许哲所讲的宗教就是爱，佛家用慈悲。为什么呢？这个爱里头有情，这是错的。爱里头就是有会动感情，这个爱是错误的。慈悲是真爱，里面只有智慧，没有感情。那有人听到了，那佛法是无情的了。佛法是真情，永远不会变的那个情，这是慈悲。世间人情是什么？虚情假意呀！今天好了，明天就恼了。今天两个好得不得了，结婚了，明天两个闹离婚了，那什么情啊？虚情假意呀！这世间人根本就是迷惑颠倒，把虚情假意当作真。诸佛菩萨爱护众生，永恒不变。你就是杀佛、害佛，佛还是爱你，决定没有丝毫差别。这还得了吗？所以佛法是真的。你真修，决定得吉祥自在。决定得等虚空法界的利益。他说我们要大利，不要眼前的小利。眼前小利算得了什么呢？你能享受几天呢？身体哪一天死亡了，你的享受就结束了。你要是搞真的，那你这个受用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这是真的。
真的里面最大的利益，你能够证得不生不灭。那一般宗教里面讲的永生呢，永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可以证得的。如果你搞假的，你的果报肯定在三途。我跟大家讲老实话，绝不是骂人。决定没有这个意思。佛给我们说的，就事论事。如果我们自己是属于假借佛教名义但求私利，不管你是什么动机，你是有意还是无意，自己一定要反省，要检讨。如果还有这个妄心存在，我们今天知道了，改过自新呐！要把这个心态改过来，放弃自己的成见。放弃自己的烦恼习气，随顺佛陀教诲，依教奉行，我们就成就了。在这一生当中，你的生活肯定一年比一年好。一年比一年吉利，这是花报啊！花报好，果报就可想而知了。但是果报，无论修学什么样的经论，哪一种法门，决定将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你就决定得生。明宗我们就谈到此地。